主料：木耳十克，辅料：香菜、盐、醋、糖、葱姜、生抽、麻油。准备时间：十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十分钟内。干木耳放在水里泡发，用手撕成小块，用开水啄一下，放入葱姜和盐，捞出挑出葱姜，过凉水，放入糖、醋、生抽、麻油拌匀，撒入香菜段盛盘。烹饪技巧：佳宁心得，木耳要事先泡发好，熬粥水后要过凉水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